鹅厂六大国漫紧急停播，只有一部没受影响。就在今天，原本早早的坐在电脑面前，坐等《诛仙》第21集更新剧情，看鬼王怎么降服魁牛，看碧瑶怎么大战田灵儿，看陆雪琪怎么大杀四方。没成想，不仅没看成，还等来了官宣的停播通知，《诛仙》延期一周再复播。同时，无独有偶，陆续停播的还有好多国漫，像《星域四万年》《武神主宰》《剑灵尊》《仙木》《万界神尊》都陆续发出通告，只有周三的《吞噬星空》没有发出任何消息，可能明天还可以正常播出。但是也明白了《三体》和《一人之下》两部神漫停播的原因，主要是灰屏事件。自月初，无论打开任何网站，首页都是显现灰屏。不仅如此，某奇异和某酷以及某站同样也暂时停播麾下的动画作品，估计再过一周才能恢复正常。愿沉沦几年，岁月静好，只如初见。我是道哥，带你看国漫。